漂亮。啊，塞夫也是采取这个办法，给他正手，啊，然后防。啊，漂亮！确实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，在看球的时候，可以观运动员的这个场上，他们的感受就非常明显，没有什么影响。啊，是有一个向侧的动作。啊，这是反手，刚才吸了一百。那郭跃华呢，是拿了两次世界杯的冠军。世界锦标赛的亚军。说的啊，直到非洲就有几十个啊，甚至上百个人啊，陆续的到那儿去指导，所以使得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啊，我们做出了在国内的收入比在国外的收入可能还要高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也使得比赛中的这个所谓的海外兵团的这个威胁也就减少了。对，应该说乒乓球市场尽管还不成熟，但啊，现在两个人打起了表演赛似的哈，非常好看。距离很近，所以他们实际说是啊8-10，零边。到世界一流，还是有差距，是吧？还是有差距的，有很多是靠进口的。嗯，啊，当然了。啊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双喜和双鱼，啊，评价都非常高。对。特别是红双喜这个球台，那个彩虹造型的那个球台啊，这个，啊，现在双方在打相持。乒乓球走向了世界。是的。这样，现在比赛到了赛点。像他们这个老应该有一种默契，一看我打不过你了，他有意识的手啊，收一点儿，告诉你我要给你表演了。嗯，啊，你看这个球都属于表演球。你看这是表演球了，你看不怎么发力啊，叫观众高兴。啊，你看赛夫，这个球已经输了，所以他呢在，给观众一些，有趣的一些表演，啊，让大家能够得到满足。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差一些。啊，现在赛夫领先了一分。
啊，大家看柳成敏这个拉球啊，发力非常好。现在11-12。啊，这样柳成敏呢就以4-0啊战胜了第四小组同组的这个赛服。啊，这两个运动员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友好，而且他们非常顾忌观众的反应。啊，现在赛服也向全场的观众致意，因为他是东道主的外卡运动员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赛夫已经把这个输赢置之度外啊，他呢很注意观众，他向观众招手致意啊，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比利时的选手。